种很弹聚弹的那种面料，棉质的，但它很弹，然后你看丰满与不丰满穿起来都很漂亮。好，然后呢它也不太挤肉啊，然后呢斜肩的美背式我觉得很值得买，它就是帮你缝好的两个杯，不能拆，一样可以遮副乳，弹性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好。然后里面我都完全没有穿，其实够了，大概一公分的衬垫，杯型蛮大的，就是可以应付各个大小胸部。然后呢它没有特别哪边上后下薄，这一件的弹性非常之好，而且它的桃色很漂亮，它不是那种正大桃，它是有点雾桃，对，所以不会很浮夸。所以它是34D， 对，它的话都还有空间，不仅勒没有压胸的问题哦。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再丰满集中一点，里面就可以放个 new bra 之类的。